有一次，我在尼罗河支流的渡口，我看见一位当地的妇女坐着小船渡河，手中拿了一个旧的塑料水瓶，灌了黑黄色尼罗河的河水后一饮而尽。我正惊讶眼前的一幕，不料妇女又拿起了水瓶，再度灌了水，喂给她怀中一两岁的孩子喝。见到这活生生的一幕就在眼前，主啊，你要对我们说什么呢？